今天吃年夜饭。很灾难的一场年夜饭。你要干嘛？你要什么？Yuna， 这是我饮料吗？旁边就有一个冰箱。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 ？Yuna， 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 ？Yuna 要开始捣蛋了，我们的年夜饭。果汁。来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恭喜发财！恭喜发财！数钱数不完。换你啊。看你讲，鼠年行大运，再来啊！啊，我是鼠很难讲哎，数一数看你，啊，钱包有多少钱？没有钱。小的杯子。阿强今天有传给我一张照片，然后他上面写说，祝你鼠年发大财，他是这样。就是我们之前那一部片，我那朋友圈的时候不是有一个，就是他跟我讲发大财，然后呢，他传张照片给我说，他跟我说这是对你说的，对，因为那个对我，因为他那时候那个在讲这个戏的时候，不是剧情是对我讲说发大财的，然后就在前面加一张，他弄成照片的时候前面加个鼠年，对，所以就祝你鼠年发大财。贴图才对，是哦，发大财，那发大财是他讲发大财，做贴图的话不是他吗？哦，对，我是接受的，我说啊，我的表情是啊，我们也用了一那个贴图，贴图哦，大家可以去下载哦，对，很可爱哦，大家可以来下载，有 Yuna 的，还有蔡主任，对，蔡主任的发大财，来这里。有没有？你想要搜寻什么？他虾菜主任。我就看到我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支持一下，支持一下，才三十块，包点小红包给我吧。而且还有那个小 Yuna， 小 Yuna 有跟大家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。有没有很可爱哦？对啊，换谁做的？这是我们第一次发行的这个赖的这个小物，很可爱。越做会越好了，好不好？我有看到啊，今天手机照的比较好看，赶快照照。对啊，我最近在期待照相这件事情。我刚上来的时候啊，就一个人坐在这边，但是背对着大家，然后再自拍。就是舅舅啊，他超爱自拍的，好不好？我想说，怎么会有人坐在这边自拍？他应该不是舅舅吧？就是舅舅。已经不少岁了，而且我们在座几乎那么多女生，只有一个人一直在提议说，我们要不要先拍照？这样子，太骗人。我觉得他这种小龙虾的板条是都一样，板条好像都同一家的。你要问他厂商哪一个？快六，这个板条很好啊。哦，市场战争。我再跟他卡住了。好，我帮他用到，你帮。那怎么办？妈妈用的油饭。哎呀，我差点让他住。用这个啊，对。油饭啊，是油饭。好吧，那就不要好了，那我吃就好了。你不要吃，不要吃。他小时候很可爱的。对啊。现在瘦瘦的。长大了就什么都不要。瘦了一点。看。胖一点。嗨，没有嗨，他没有要嗨，他要找什么都可以。你会拍手吗？拍手，爸爸在这。爸爸在这。嗨，干嘛？哦，大家有没有看到 Yuna 今天的新衣服，超可爱的。但姿势很丑。我好像要爬上来。他真的很皮耶。你真的很叫暗马叫暗马，嗨！你看你女儿，嗨，很可爱。你看我们今天的小公主的衣服很可爱。我觉得她刚刚吃太多饭了，她刚刚吃太多东西，所以现在体力很好。不要在家吃了吗？没有，在这边他刚你来之前，他现在就看到什么就是拿它放嘴巴这样。哦，他这个应该你的自己家吗？大家的食
为什么不行？就是我是几岁之前要吃父子饼，然后再妈妈用。你有生过小孩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乱养，一针见血，乱养哎！怎么会？这么肥耶、欸！这么肥耶、欸！没办法接受。不要不要。在家里啊，在家里。好多人这，好不容易耶！看到菇满整个虾，看起来就很棒。很厉害。没有拍吗？没有拍，我好。刚才爆拍了。很惊讶。对，要去虚胖。啊！那个肿肿的。啊！别去碰它，妈呀！哇！这个是我们法国的叔叔从那个法国带来的这个香槟，而且这是粉红香槟哦。是，哎，我找不到开口，好找到。对，来教大家开香槟好不好？我教大家开，其实我开香槟我不是很会开香槟，你会是不是？来，以前很常喝，所以会开。哎、哦、呦，你知道？是这样子吗？不行，面貌出来了，真的。哦，哇，咬咬浪费了。爆米花喽，粉红色，来，快点，大家酒杯拿起来。拿起来，倒香槟。粉红香槟啊？对，这叫粉红香槟。对，真的。这些都是阿 U 的姑姑们，姑姑们，要用加 S， 英文老师加 S 是复数，对不对？专业。很想喝，可以喝吗？这是阿佑的姑姑死。你没喝过吗？应该没喝过这个的罐，你要喝气泡的。蔡小友这样不行。他不是那挂的。不管。我喝酒都跟别人。好吧。喝酒不是跟他。好吧，那大家有对吧？对，家庭主妇哈，哎，教的很好。新年快乐！来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这里生日快乐！啊！阿玉，你的没有，他没有啊？没有，他是这样子啊？对。没有。阿玉，你也要新年快乐。好，把手机放下。叮叮叮叮！新年快乐！阿玉，新年快乐！很渴是不是？很渴。新年快乐！还有嘞。我家数不完，而且中文。你喝要喝，一定要喝一口，讲一句话吗？太干掉了。来，粉红香槟，好不好？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刚刚妈妈拿来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那个气泡酒。对，他说是香槟，我说应该是气泡酒吧。然后结果一看，它是香槟。然后我就说，如果是香槟，如果他拿的是香槟的话。然后我老婆就会说，那我会很认真的把它喝完。我会很认真的来跟大家讲一下香槟。香槟的故事是不是？香槟呢？香槟是只有在香槟区它才叫香槟，然后除了香槟区以外的它才叫气泡酒。对。所以呢，只能再介绍香槟的。所以它这边会写香槟。我告诉你，就是它的那个气泡分子很细，所以你在喝的时候啊，你刚好喝红酒，这个你现在喝这个话很容易醉。粉色的香槟。就叫 Rosé， 对 ，Rosé 它就是粉红香槟。气的跟酒精放在一起的话，本来就容易醉。然后呢，喝汽水什么的，气泡这么大颗，它的气泡这么小颗，差不多。所以喝进去之后，这个应该不会很浅吧？你懂的，你懂的。然后这个是我们法国香槟带来的，对，是这个带来台湾，然后是气的问题。我们大家喝的这个粉红香槟还不错喝。它这一支的味道本身呢，酒精味会比较明显。那支是不错的耶。没有，它的原味酒精味其实会比较明显。但是它如果有很好喝的，就是真的是很好喝的香槟的话，它会有酒的，就是层次感。我妈又在介绍说，她家里还有一些什么意大利的酒。比利时。但是我比较爱这个。比利时。我好久没有喝到粉冰了。比利时是我那个三叔叔他老婆上班的地方。
你真的要很，你真的很认真的很玩啊！会呀、啊。有啦，我今天法国顺便走过去的。走过去啊？你有听到吗？我妈说她去法国顺便走过去。对，她顺便走过去。不小心就走到比利时了。那他们因为他们每年其实都会去那个法国。去看我的奶奶。然后去法国之后就会去比利时啊，去荷兰，今年是去荷兰吧，然后去布拉格。妈，你有去布拉格？有。对啊。对，你有，我上次有个群啊，你有没有哎、欸？奇怪、欸，我没去，你没去，没去。去布鲁日是什么？布鲁日是哪里？布鲁日在比利时啊。哦。哦。比利时。啊，然后去荷兰呐、啊。比利时还是讲法文吗？比较多，还是英文？英文。就是英文比较主要。英文跟荷兰文。哦。因为那个怀中的爸爸他是会讲法文的，所以叫他们就是带英文法文，所以就是很 OK， 去哪都可以。非常的 OK。对。非常非常超。是的，好啦，希望我们有一年可以跟得上，好吧？好，新年快乐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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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新年快乐。